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妹杨子，今天来我们家菜地了，跟我爸爸一起摘一点排菜，还有香菜。萝卜抽筛，萝卜不拆了，萝卜不摘了。香菜，不是香菜啊，怪不得他就叫香菜，好香哦，好香，这个香菜闻起来也好香。这个香菜跟那个延续菜不一样的吃法，延续菜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根直接摘出来，连根带叶带茎直接吃，这个香菜的话就只摘它的茎和叶片的部分，根留在地里面它还可以发芽，好香。它的叶片上有一点点小绒毛。那个香菜就在那种香菜的话，延续菜是没有小绒毛的，很光滑。这个叫香菜，我刚走到这里的时候我闻到好香的味道。这个香菜跟下面那个延续菜是一个名字，一样的名字，不同的蔬菜。这个香菜也是很香的，这个菜可以用水焯过之后吃它的梗和叶子。我们在摘的时候就是，哇，这个台的，这台大的还有不要？这个，大的，我们摘的时候就摘均匀的，太大的就不要了。你看这个小的，我们摘的时候它下面是有根的，根在地里面，上面是它的茎和叶子。我们大概是从这个地方摘，留一片叶子在地里。看，留一个叶子在地里，这样的话，它这里还会继续发的，把它苗起来。我们是这么摘的。这波摘完之后，下一波它又会长出来了，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蔬菜吃了。它能一直长到明年的春天。不能，要拿这个也不要牛皮啊。这个能没有啊？你看牛皮。上次有人问我画不画，我就是不画。哎，到这上又发现个丁香儿，丁香儿，怎么又有一个啊？这是从哪上来的？这还都没得丁香儿熟啊？雕龙大哥还搬龙啊？那搬不动。我爸说是鸟搬过来的。这么重，那个鸟得多大的体型啊？这么重的狮子，它怎么搬动哎？雕儿他妈体型有点大，我爸说是鸟，一种体型比较大的鸟搬过来的。乌鸦，怎么了？那你想这个可不可以吃？我不杀人，不吃虫。雕吃了，把那东西吃了。放这儿。我给你把油面。这个我好整。你看嘛。你弄大把，我天，你把整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还米酒，这个油子，你看我这好大的。这个。嗯。我也太小了吧。你看我爸爸，你看这么大呢，还蹲在旁边。这么大，我哪能吃掉？吃不完。这么大。我长的是八瓣儿，你长得真挺高。是王师傅吧，给你比的。要十八米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四个吧。还是一个。大哥怎么样？摘我这一把了。我摘一把。我们就摘了十把。加油给你们大气很小配菜，这是排菜，给他们加气，排菜也是焯水吃，排菜跟这个香菜不一样，你看啊，不一样，在这儿都是梗子菜，茎叶类的菜属于，它就吃它的茎和叶子。茎叶类的菜在我们这儿的话，都喜欢把它
用开水焯了之后炒着吃，或者是用开水焯过之后腌着吃，腌菜都很好吃的。腌菜就是酸菜，我们本地人很喜欢吃酸菜。酸菜就是还有一种做法，就是放到坛子里面，我们也叫坛子菜。以前我奶奶很喜欢吃那个坛子菜，把那个长豆角啊，还有红萝卜呀、萝卜梗啊，都腌到坛子里面，这一年四季就有吃不完的坛子菜。但那坛子菜吃多了也不好，对身体不好，好像说它有致癌物质。我们家捆菜的是用稻草，那稻草就是在铜陵店他们山上找的，因为我们家没有栽水稻。耳麻是那个耳泡不了喜剧那儿。哦，今天这个稻草不是在铜陵店那儿弄的，是在那天大爷爷他办亲生会的时候，我爸在大爷爷的弟弟家弄的。我们叫二爷爷和他老婆二婆婆，他们是一家人。这个排菜我们在摘的时候跟香菜也是一样的，把它的根留在地里面，再留几片叶子在地表，这样的话过不了多久它那个上面又会发芽了。发芽之后我们就，你看这有个小的，在这个叶子旁边长出来的新的，到时候我们就有新的排菜吃了。到明年春天的时候，天气温度太热了，它就会开花，抽心开花，那个时候它就已经老了，就不能吃了。这有点香味啊。这香味跟那个不一样，跟那个油菜好像。你开张吃对木子菜对过它也过一过的味道，因为你在除了城市这个它最多它就变那种咸色的。它在车下对于花出它有那个。哇，好新鲜啊。摘一点。排菜。看，这个是刚摘的排菜。排菜这个梗闻着的时候也好香。跟那个油菜的梗闻的味道有点像。这种刚摘的新鲜蔬菜，它的味道都是那种很清新的，像草的味道，闻着特别舒服。我以前在上海超市里面买那个蔬菜，闻起来是没有味道的，跟自己家蔬菜好，它差距还是好大的。主要是放时间久了，它这个香味慢慢的就消散掉了，就没有了，好舒服啊。我排菜长得好大哦。我的小大头发就长得。关键是家人不要青菜，是吗？关键是主要是我这主要不是青菜啊，青青姐姐啊，白菜是白丝水洗啊，鱼姨啊，除了买点白菜，买点青菜啊，换桶香的，就跟他们新加坡喜欢过年的时候吃捧干一样。他们是捧干加粉底放到那哈儿，鱼姨就是打鸡打米。这排菜买的人也不少，因为这个菜太新鲜了，而且焯水之后真的是很美味。我在上海的时候好像没看到有人吃这个菜，但我们本地人很喜欢吃这种菜。这椰子菜超好吃的。这是香菜，好新鲜啊。我老爸说这么一把才卖2块钱，没有那个，没有菜心贵哦。菜心5块钱一把，白菜红贵，白菜还贵一些。这贵，这个便宜。我们旁边那个菜心已经开花了，开花了就是老了，老了就不好吃了。在它不开花的时候采摘是最好吃最嫩的。看，我们家菜心开花了，开花了就不好吃了。
但是还是挺漂亮的，好多花花，黄色的，好像油菜花。嗯，这是我们家的蚕豆，蚕豆已经长这么高了。旁边就是栽的一些菜心，菜心开花了。这是去年栽的猕猴桃，今年没有结果，看明年会不会结果。红心猕猴桃，在网上买的苗。鸡又上树了。哦，好的，这不一样。这个是排菜，这个是香菜，不一样长的。看，叶子不一样。这个叶子细，这个叶子大。看我手上拿的。这两种蔬菜，这个是排菜，这个是香菜，茎的部分都长得很像，这味道闻起来也很类似，都是那种草的味道。它们的叶子大小不一样，这个叶片小，这个叶片大，都是可以焯水之后炒着吃的，也可以做腌菜、坛子菜，都很好吃，才2块钱一把。是不是很便宜？好嫩呀，2块钱一把，你们想要吗？好便宜啊、哦！都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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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